现年34岁嘅写真武界元老黄蓉最近对自己身形非常严格，经常喺社交网站 upload 嘅短片，唔系做 gym 就系跳钢管舞。佢最近又 upload 咗自己喺拳馆操练嘅短片，见佢连续做咗几组唔同嘅运动，体能啊分分钟劲过啲男仔啊。Gloria 做掌上压嗰阵，不经意咁样大 show 骄人上位，拳馆咁多男士，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做运动呢？